2019紀去年的三大吉位在哪裡呢？記住了，第一就是西方的貴人位，第二就是西北的財星，第三就是北方的文昌位了。如果要出門遇貴人，或者是讀書遇到好的老師，甚至是做工遇到好的老闆，記住西方就是這個貴人位了，西北就是財星位。如果要財運提升，甚至是工作方面要順順利利，記住個書台或者個書房在西北的位置特別對你有幫助。最後呢，這個是文昌位，文昌即是代表你自己本身讀書或者是學業有進步的，在北方那裡讀書就會比較有利了，記住了。希望剛才所說的對大家有所幫助，在2019年裡面就祝大家身體健康，心想事成。